已知狮心龙加战团是跳操的上限打法，那还有什么方法提高上限呢？增强肖像加空中海盗双倍王语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目前增强肖像 bug 比较多。据我了解，拉法姆的技能和满场没触发的滚草都会消耗双倍效果。象棋和遥控器复活带王语的战团，四翼的伙伴复制王语，注意站位，要站在空中海盗右边最后触发。当然还有本局坟墓和恩佐斯鱼的究极体跳操。